他也有第三只眼睛，跟我的生灵之眼很像。你大胆，竟敢残害我第一魂兽！长老，是我，你误会了。你敢食言？原来是帝天，我们走。没能护住小桃，对穆老的打击很大。极限单兵计划正式开始。穆老，召集你们。玄子，我送你一句真言，你须得谨记：戒骄戒躁，万物冲动。是。我去以后，海神阁阁主由玄子继任。是。穆老，灵儿，多多。以番禺为魂导系副院长。是。三十，楠楠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您尽管吩咐。出于我个人的私心，我希望你们能和他们五人一样加入唐门。万年前，先祖唐三创立的唐门盛极一时，后世却走向衰败。史莱克学院贯彻中立原则，不能挽救唐门颓势。我很痛心唐门现状。贝贝找上小雅加入唐门，就是我所受益。玄祖，哎，我愿意加入唐门。好孩子，贝贝，我们一脉传自大师玉小刚，你的武魂蓝电霸王龙处于半变异状态，我为你稳定光明圣龙血脉。是最骄傲的事之一，你们要帮小雅和贝贝把唐门发扬光大。小雅离开史莱克后就音讯全无，你们把她找回来。还有小桃，你们有能力了也得把她救回来。宇浩，你去日月交换，虚心学习魂道技术。日月帝国野心勃勃，恐要掀起战争。你们要为阻止战争、维护和平而奋斗。老师，必不负所托。我下达最后一道命令，全力发展魂道系。如果魂导系能出一位十级魂导师，海神阁阁主之位有机继承。史莱克的先祖们。